焖饭是赵安仁的家常好滋味。家常菜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焖饭，这些都是先辈留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份文化承传下去。一揉一捏，完美重现了荷花造型的荷荷包，寓意百年好合。荷荷包其实是婚礼的在请坐方面的一道甜食。烟熏猪头皮的记忆穿越岁月，滋味依旧，人事已非。一下子就几十年了，现在我太太也过世了，突然间又吃到这些东西，有些伤感。弃简从繁，不敷衍妥协，对文化和老滋味的依恋和敬重，无非是想在时间的沙漏中更认清自己。暖心食谱，星期日晚上10点 ，Astro AEC AEC HD。